居然也是一个电话一打，各大MCN手里的核心 QQ 资源可都是他的了啊！你这情况不太妙啊，打几个了？一个都没打通呢。唉，加油吧！唉。 进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老大，我想跟你多要一些之前临时项目的推广案，其他行业的也行，最好是性价比高的那种。毕竟我是第一次嘛，还想要多多学习一下。其实这个阶段，不用太着急想关于创业的事情。 但是我觉得在资源的选择和沟通上，创意是基础，然后再考虑成本问题。老大，我这个思路没错吧？啊啊，哦，那个挺好的。哎，哦，还有那个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可以随时找我。嗯，上班时间、下班时间都可以。 但是我还是尽量少打扰老大，我可不想被大家说老大给我开小灶。哼，那我先走了，去吧。谢谢，不客气。 请慢用。嗯，高贵，特特，哎，我是特特。哎呀，真高兴见到你呀！终于见面了，你先坐坐吧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电话里说不清楚。我们这边的 KOL 价格都特别合适，这个是我们的临时博主，粉丝从10000到200000都有，这个是主页链接，看看。 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看一下消息啊，可以。居然姐这次找的都是百万粉丝的大 V， 如果你这边只有几万粉丝，你就注定了。特特，你这样，我先考虑一下吧。哎，这个价格呢，我们都是可以聊的，客户都想找便宜的，这个都懂，你省点是点嘛，是吧？是是是，嗯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想先考虑一下再给你答复。嗯，也好，不急。哦，对了，正好附近有人约我吃饭，那我先去那边了。啊，我不陪你了。啊，下回见哈。好，拜拜。哎。喂。项目准备的怎么样？最近都没你的消息。 项目挺好的，该不是有别的项目要加班吧？怎么会？你们肯定排第一位的。工作之外，你要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。总感觉你的状态有点怪。没有，我挺好的，状态也挺好的，真的。嗯，那先不说了，我先忙了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，宝贝。哎呦，妈，这不有空调吗？怎么不开呀？裹个毯。哎呀，空调没了。我不刚来的吗？那个外挂机让债主给拆了，说是拿回去抵债。你就让他拆了？那我不让他拆怎么办呢？我又拿不出一个空调的钱给他作为抵债用。那行吧，那我这两天想办法再买一个。你别折腾了，人家说了见一次拆一次。啊，哎呦，这怎么这样啊？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你以为好日子是你想过就过的呀？那不得苦尽才能甘来啊？我们现在只有好好赚钱，好好工作，把债给还上。哎，对了，我现在就让你从心理上觉得这笔钱省回来了。心理？啊？怎么省啊？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对，双手合十，举过头顶。这是什么？快点，别偷懒，直起腰来。现在我给你上一堂价值300块钱的高温瑜伽课。挺直，挺直。妈，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我占亲妈便宜也叫占便宜啊？这样你就觉得不省了。喂？哦，我这就出来。这儿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不是最近看你挺忙的吗？没见到你，刚好路过就过来看看。钟总，你还搞微服私访，突然袭击啊？哦，我就是想看看你平时不加班的时候是什么状态，看你还挺好的啊。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？哦，主要是追问一下进度，检查一下质量，审核一下标准。钟总，咱们呢就是合作关系，那个有什么事打个字说就行了。不用特意来看我，我又不是动物园的大熊猫。再说，你要是看熊猫，还要收门票钱呢。哎，对了，之前那个空调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嗯，钟总，你肯定有应酬对吧？你快走吧，别耽误吃饭了。哦，你跟阿姨吃晚饭了？吃了。哦，你快走吧。芬芳，李阿姨。哎，妈，李阿姨。李阿姨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我给你送饺子来了。哎呀。韭菜猪肉蟹的可香了啊！小仲你也来了啊，有口福，赶紧回家吃饺子去。哎，谢阿姨。他不行，他钟总他有事儿，他来不了。我没事。那快点啊，阿姨去热热饺子啊啊。好。你就这么喜欢来我家吃饭？我不是喜欢吃饭，我是想家阿姨了。芬芳，这是你女婿啊？哎，怎么没听你说过嘛？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哎哎哎，什么时候结婚？不是，李阿姨，他不是，他就是我公司里一个。爸，阿姨，我是那个搞零食销售的。哦，这个关于结婚那个事情吧，还得看看工作。啊？什么？啊，不，开玩笑。他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，别当真。哎呦，小两口吵架了。阿姨是过来人，年轻人闹点别扭，最后不都和好了吗？哎，吃吃吃。芬芳，这屋子里有点冷。哎哎啊，冷你就哎，你跟我上厨房去忙活忙活啊。哦，好的，收拾收拾。这空调是不是坏了？我帮你修一下。没有没有，就没开。你应该已经吃饱了吧？那你吃饱了早点回去吧。你找我？你是准备站他们那边的？什么叫做站他们那边啊？公司什么时候成了战场了？难道在你的眼里，只有拉帮结派，没有公司利益吗？什么叫拉帮结派啊？在我心里就只有一派，那就是大钟总。是大钟总让我能有今天的，我就是看不惯
他们在这败坏大中总辛苦打下的基业。不要用满口忠义来为自己做错事情找借口，我希望你能好自为之。好啊，我就知道你就被他们给洗脑了。喂，老板，新口味爆米花和磨牙熊合作的事情，小钟总跟您说了吧？他和我说过了，这事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既然咱们公司销售额连年下滑，通过传统的渠道不是很有效果的话，那我们不如顺应时代的潮流，推出一些新口味，说不定更有机会。就目前的市场反馈而言，效果还不错。孟兄啊，这可能确实有点唐突，但是我真的一个电话都没打通，你有没有什么资源能救救急啊？哎呀，高贵啊，就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啊。你想我的资源什么时候多过居然姐啊？而且吧，就算有，我不是也早给他了，对吧？其他事儿吧，我怎么都能帮你。就这事儿吧，哎，行吧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哎呀，你，居然姐，居然姐这么贴心，还有水果。啊，心里只有你们家居然姐，那些是我买的。哦，谢谢乐乐。哎，你们俩聊什么呢？哦，高贵他。你是不是需要帮忙啊？我这里呢资源有的是，如果你有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，同事嘛，互帮互助。虽然咱俩是竞争的关系，但是我也不能以资历欺负人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好吧。高贵，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？什么？我说，你可以去找你前男友啊。前男友？什么前男友？林总啊。哦哦，对，你这么快把人家忘了？我说，你偷偷去找他，我们又不知道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得自己来。你就去吧。你怎么每次来都是心事重重的？身边发生什么事也不告诉我。我虽然老了，但是脑子不傻的。哎呦，我这么年纪轻轻的，能有什么大事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哎呀，再小的事儿迈不过去，也够你受的。你不说算。哎。咱们出去玩吧。您想去花园逛逛？那是打麻将。那你想玩什么？哎呀，我想吃老沈记的桂花糕，十多年没吃了。行，我这就给您点。点什么外卖呀？这得出去到店里吃啊，听听店里的人的声音，翻翻菜单，泡上一壶茶，那得一口一口慢慢的品。爷爷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护士小姐姐说您的身体不能吃那么多甜品啊。我吃了药去啊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少吃一点，就吃一口。哦，不不，三口。
我少吃点，可以吧？真是，我之前也跟他们说了，他们就是不让我单独出去。哎呦，可是爷爷，你想啊，咱们出去得先跟院长请假，然后只能出去一个小时，那个地方又那么远，咱们都不一定来得及呢。哎呀，咱们又不是学校，迟到了又被写什么检查？走了啊，跟爷爷走。这。不行，您得走慢点。没事没事，天气还挺好的。哎，天气特别好啊，暖暖和。爷爷，您确定是这儿？千真万确，这就是以前的老审计，20年的老牌子了，说没就没了。估计是拆了。时不到了。要是早知道，我上次来的时候就多买几块桂花糕呢。哎呦，没事，说不定只是搬到其他地方了呢。我帮您问问。好，你等我啊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之前开在这儿的老审计现在搬哪儿去了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新来的，不太清楚。若您二位需要用餐的话，请到后面排队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3738号，请进。这也太长了。爷爷，要不咱们换一家吧？咱们刚刚路上路过那家，看着也不错，要不去尝个鲜？这能好吃吗？哎呀，试试嘛，万一不好吃的话，咱们再换。好，听你的啊。谢谢啊。这比桂花糕好看多了。哎，咱们这次没有白来啊。尝。好。甜甜的，苦苦的，这什么做的呀？爷爷，这个呢叫做抹茶，他们是从绿茶里提取出来的，就是您平时喝的那个。哎，尝尝这个。这些新鲜的东西啊，我都没见过。要是早来尝尝，我怎么还老惦着桂花糕呀？爷爷，跟您差不多年纪的爷爷奶奶啊，他们都不吃这些。他们觉得这是年轻人吃的东西。哎呀，吃东西还分青年人、老年人呢。你看，他外边又没写着不让我进，我进来就得尝尝，不然还以为桂花糕是最好吃的东西呢。说好了只吃三口，那不可以再吃了。再吃万一身体不舒服，进医院怎么办？打针多疼。那我就不吃了，医院我是不去的啊。哎，爷爷，我想去看看。去看吧，去看看。我要和李不胖拍。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在排队。哎呀，就是啊。李不胖打卡推荐，看来这儿是因为有很红的博主来过，所以才这么多人排队。知道，不就是你们说的网红店吗？爷爷，你咋那么吵呢？你在忙吗？我没打扰你吧？确实在忙，你可能已经打扰了。不是，甲方问问进度怎么了？庄总，你是以客户的身份问的吗？没有。庄总，我最近确实很忙。郑宝贵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？没做错啊。那你为什么这么不想见我？我就只能当你的甲方吗？那不然呢？钟总，我先去忙了，等有进展我会联系你的。那个，钟总，你也不必胡思乱想。好，下课了，就到这吧。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来。再见。
阿姨。哎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有事儿？找我们家高贵。啊。吵架了。那倒也没有。他不理你了，是吧？然后你过来找我，来问问他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还想请您帮我。哎，这不好吧？我在你们中间啊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，不合适。阿姨，芬芳姐。哎呀，行吧，我回去了解了解情况啊。嗯，好。哎，您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哎，哎呀，人家小钟今天来找我了，说你对人家又冷落了，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。妈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？哎，人家一天到晚热情主动的来找你，你对他带搭不理的，不是你这种自信优越的感觉，一看就是继承了我的因素。妈，我跟他呢就是单纯的工作关系，哪跟你说的一样？再说了，他可是我客户，这是要我要是跟他走得近的话，同事们得怎么想我？那我不成了那种典型的绿茶上位女了吗？那可不行。不懂。嗯，好吃。嗯，你看这上，你看这上。我觉得这个好看。这个，得 P 一下，得 P 一下。真的太好笑了，对的，非常好笑。光贵啊，嗯，咱们虽然是刚认识，但是我有一种预感，以后一定会合作的特别开心。你看，我把我们公司最厉害的美食博主娜娜都给你请来。你好，你好，一般人我还不介绍给认识呢。啊，嗯。那我方便看一下这位娜娜的资料吗？嗯，你看啊，谢谢啊。20万粉丝哈。嗯，那当然了。但我看这评论怎么都是个位数啊？咱们粉丝是不是不太活跃啊？其实我的粉丝，这你就不懂。啥叫粉丝不活跃啊？娜娜的粉丝都是吃货，吃货都忙着吃了，谁还跟你互动啊？还有这种说法啊？对，不懂。给，嗯，像娜娜这么优秀的人才，咱们还有没有啊？咋，还看不上我们娜娜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娜娜的档期很满的，多少大品牌都抢着跟她合作呢。你们那个美棠爆米花还不愿意。你出去看看，外面但凡是像娜娜这种有粉丝的，哪家有我们便宜啊？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主要我们也要考虑到传播效果，所以这样，我们看例价，10万，跟你，好姐妹，一口价，8万，8000一条，姐姐我够给你面子吧？放心。我说了算，太少了，内太少了，没事的。哎呦，喂，那我现在就过去，这么着急吗？哦，谢谢谢谢，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也太赶了。走了。我们重新调整了一下配料和工艺。标准说明我也整理差不多了，等标准备案下来，我就可以下放技术材料了。嗯，等着安排营销部门一起沟通一下后面的进程，公关公司也要配合新品上市进行推广。嗯，这段时间呢，你也可以准备一下原辅料。嗯，好的。那个最近信达公关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，他们内部在准备细化案。别的呢？
你只身高贵啊？算是吧。他跟林月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有机会我帮你问一下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你要是最近见他的话呢，你顺便问一下就行。好。如果美堂的人找你们关于我的事，全部回答不知道，感谢你。放心吧，前女友。欢迎光临。来了，菜呢？我已经点好了，一会儿上。好。嗯。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回几个信息。嗯。金巧言，嗯，啊，嗯，怎么样？是比刚刚好一点。祖传技巧。真的？嗯。以前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，嗷嗷直叫，这样按呢可以缓解一下。是怎么好的？就是这么暗好的。嗯，你最近跟郑高贵有联系吗？能有什么联系啊？我跟他的联系啊，估计还没你们多呢。他没有跟你说他最近在干什么？你要是想知道他干什么，要不然我把他叫过来跟咱们一起吃饭，然后你单独跟他聊聊。那倒是不用。难不成是钟一鸣问的吧？没有啊。我说你撒谎的时候能不能稍微丝滑一些？我发现你口是心非的时候手的温度就会变凉。你等一下，他马上回来。有变凉吗？那，这个是我之前贴的膏药，每天贴三次，一次别超过八个小时，三个疗程肯定好。谢。你对我这么好。是有什么目的吗？有啊。什么？我报了羽毛球比赛，男女混合双打，缺一个搭档，想邀请你，这不怕你手不舒服，耽误我们夺冠吗？你什么时候对羽毛球那么感兴趣啊？在我知道你是羽毛球高手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，想好好跟你学打羽毛球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是默认了。默认，你同意跟我组成球队了。我的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呢。等我好了之后再说吧。来，各位宝子们，这些都是新鲜的，都新鲜的水果，还有很多的零食，让我们来看，就是小黄车一起来啊，来。哎呀，你吓我一跳，干嘛呢你？太什么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哎呀，你就这样一拍我一下，你看我都耽误抢了，我抢没抢着优惠券？什么优惠券？来，给你看一下这些。20块钱，你看就这一箱这个零食吧，它可以打7折。哎呦妈，你应该换个思路想啊！你想，你这抢不着优惠券，肯定就不买了，一下就省了100%呢。这个啊，博主啊，是我的这个瑜伽学生给我推荐的，叫李不胖。啊，人家没有公司抽成，优惠都特别的实在。听说他去哪儿吃饭哪儿就火，绝不会为了广告费说一句假话。是吗？嗯，这么厉害呢？李不胖啊！看看，哇，1000万粉丝，是吧？喂，你
好，哪位？喂，您好，我是信达公关的郑高贵，请问您是李不胖老师的助理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们不对接任何的公关公司的。是这样的，如果有什么别的条件的话呢，咱们都可以谈。那我可以跟李不胖老师当面沟通一下吗？正因为他不对接任何公关公司，所以才能得到粉丝的信任。你们方案里提的直播合作行不通？我。英雄啊，我要出去一趟，一会儿老大要是问的话就说我去找一个叫李不胖的博主。没问题。你好，能帮我抬一下杆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来找朋友的。进我们公园是要预约或者会员？师傅，那您回去吧，谢谢。你好，请问是会员吗？是。那您说一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吧。刘。刘女士是吧？对。好，我们这儿有记录，请进吧。朋友走散了，现在他们已经进去露营了，能不能麻烦您载我一程？好的，上车吧。谢谢。没事。知不知道有一个叫李不胖的博主也在这儿露营？李不胖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没有，这里都是我车友俱乐部的朋友。你可能说的是在西区，然后西区那边也有预定。我这里是东区，你穿过这个树林走过去就到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喂，阿姨。小钟啊，你跟高贵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他没回去吗？是啊，他电话我打不通。你看这都几点了，如果下班早，他早就该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们出去玩了呢。
行，您先别着急，我现在立刻去找他。我就喜欢跟君安姐一起加班，有一种共同奋斗的感觉。哎，我最讨厌加班了，这么贵的眼霜都白买了。也是。哎，钟总，郑高贵是在加班是吗？没有啊，我一下午没看见他。不在。啊？你们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这我不知道啊，联系不上他了吗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他打电话，说是联系了一个博主叫……哦，对对对对，李胖，李胖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对对对，李胖。那要不我们先走了？行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可以呀、啊，我这边录音刚结束，要不要去找你？哎，没问题，那我去找你啊。行，没问题。李不胖，我过去了啊，拜拜。李不胖，李不胖，李不胖，啊！笑着叹气最自由旋律，不肯坠地飞向更高天际，温柔的